阿福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呀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抱些柴火。抱柴火干什么？哎呀，你想活命就赶快弄吧，别问那么多了。要不我们先慢慢吃着，不然饭菜都凉了。袁甲和阿福不会走太远的，怎么找不到呢？也许他们到后面的山上去玩了。不会的，他们知道今天晚上会有危险，不会走太远。刘捕快从昨天晚上就不见了。药王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江湖上的事情我不太了解，但是我觉得目前不会有什么情况发生。如果大家心里不安生，我们不如早点吃了饭做准备。还有两个人没有来，那两位受伤的人，他们也是不愿离开，应该请他们一起来吃饭。你看，我把这件事给忘了，这就去请。我们要把门上化了，这能行吗？你他娘不想办法，还敢继续说风凉话是吧？滚蛋！老子出去第一个收拾你。你亏点子真多。看来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等会儿啊。太好了，嘘，来来来，把这个弄灭。两位好汉，请入座吧。霍老爷说了，你们二位不到，他就不开饭。两位好汉，来，请坐吧。霍老爷，我相信霍元甲很快就能够回来，我们先慢慢吃着吧。好，大家都饿了，先吃吧。来来来，都动筷子，这可全是山里的好东西。
别动伞，菜里有毒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我就是要你们死的。该死的人知道那么多干什么？你别想得逞，他不是幕后那个人，但是他们的人武功都很厉害。论起功夫，你们谁都不是我的对手。霍文帝，动手吧。用不着老爹动手。你只是个陪死的。霍文帝，动手吧。我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出手？我就是专门对付你的。来，给我上。保护好家人。是，老爹。哟，关门！上！霍老爷，让我来对付他们。哎，刘捕快，保护好家人。少爷，我还是不太放心，这天都快黑了，你说他们在药王庙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就放心吧，有霍大伯他们在，没事。哎，对了，长鹏啊，说起来，你来我们家多久了？五年了，少爷。五年了啊！哎呦，这时间过得真快，我都不记得你当时是怎么来我们家的。少爷还真是健忘，我可一直都记着呢。那是五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记得当时我都快被冻死了，我又冷又饿，后来就在你们家拴马石边上昏倒了。是少爷你发现了我，把我救回了家，给我吃给我喝，后来还让我给你做书童。少爷啊，你的大恩大德我展鹏这一辈子都忘不了，就算让我给你做牛做马我也愿意。行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呢就跟着我干，以后我有吃的绝对不会饿着你。谢谢少爷知遇之恩。好。哎，展鹏你干什么去啊？少爷，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，这山里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险，我拿根棍子在身边保护你，谁也别想伤害你。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人偷袭啊？有可能你忘了刘黑山了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来，给我给我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哎，少爷你看，啊，你看
他们是什么人啊？是一条道上的人，这是为你好。怎么办？第一个计划失败了，他们没吃我们下的毒药。我已经派人报告少主了，准备实施第二套方案。不过天已经黑了，我们完全可以杀了他们。我们两个联合？我们还有两个同盟，知道吗？豹眼人和大巴脸人。对，让他们在屋里拦截，尽量消耗他们的精力，这样我们战胜他们就轻松多了。你们两个怎么还没有走？我们俩舍不得离开这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俩都要杀你。虽然你们对我真的挺好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父亲临死前对我说的那句话：今天不成功，便成人。天哪！怎么没有动静？难道豹眼人不愿意杀掉霍恩帝了？不应该呀、啊！难道他们有什么计谋不成？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不能让他在这里添麻烦。你杀了他？没有，我让他昏了过去。霍恩帝，只要你敢走出这屋子半步，我就乱刀砍死你，让你死无完尸。不知他们在搞什么阴谋。总之，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这样耗费下去，对我们来讲非常不利。我知道他们肯定还有一个计划。把我们困在这儿，只能对他们有利。我想他们一定在布一个局，只是这个局还没有完善，咱们不能再耽误下去，必须马上打出去，才能破这个局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再也不分开了。你们知道，我这五年忍辱负重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晚上准备的。所以弟兄们都听好了，拿好你们的武器，目标药王庙，对手霍恩帝全家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你们只要记住一点，一个人都不能放走，给我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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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再往前走，你们会死掉的。既然我们今天不可以走出去，
那咱们就在功夫上决出胜负。今天这里就是擂台，来，我们决战吧。好，弟兄们，杀！阿福，你安静会儿吧。
把他打得可热闹了。我元昊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头一次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江湖。我跟你们说啊，霍恩帝霍老爷子真是太厉害了，那真是老当益壮，跟三国里的关云长一样，过五关斩六将，那是无往不胜，犹如天上的蛟龙，地下的猛虎。夫人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还没说完呢。我跟你说，霍元甲兄弟当时就飞起一脚，一扫一大片，那帮人根本近不了身。就那个药童嗖的一下就把他打倒了。你们等会儿，我继续给你们去探探消息。等我一会儿。等我啊。夫人放心吧。我说吧，老爷子最厉害。阿福。好战。好战。太狠了，你们杀了我的儿子。你住手，你敢杀了他，放他走吧。你们听着，你们霍家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要大难临头了，你们要血流成河了，你们霍家要断子绝孙，你们走不出去药王寨，小鬼儿在要你们的命呢，听听吧，报应来了。儿啊，死了死了，谁死了？药童死了。这个药童你看这么小就死了，提着那两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，真是太厉害了，可是死了。就在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又来了200多个人。啊，200人全是黑衣人呢。我再去看看，我再去看看啊。老爹，现在情况不妙，我们先退回去保护好自己，等一下再出击。听元甲的，大家稳住，都别冒动。
怎么会是你？没有想到啊，是对的，证明我做的真的很好啊。展鹏，龙进孙呢？放心，他没死，我只是让他好好休息休息。展鹏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说的对，我本来就是一只狼崽子，是你们非要把我当成狗崽子养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我就会狼性大发，把你们都吃了。你若本来就是一匹狼，孩子，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恨，让你不惜代价的杀了我，还要祸害我们全家呢？你想知道，我不告诉你。难道我们要毫无缘由的一直打来打去吗？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我要让你死都不知道为什么死。老爹，别跟他说这么多，他已经下了狠心，说再多也没有用。老爹，只有打赢了才能谈判。他们人多，我们只能以攻为守，先退回去。你们全家就等着受死吧。杀！老爹，我来。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今天算是开了眼界，知道什么是江湖了。你们知道谁来了？谁啊？展鹏。展鹏？那两百多号人就是展鹏带来的。展鹏一定是来救老爷的。不是，展鹏是个大坏蛋，他是来杀霍老爷的。展鹏是什么人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再去看看，你们等我啊。展鹏，你怎么可以骗我们那么久啊？少爷该怎么办啊？于大叔，于洪水，我还真以为你走了。我要是不真走的话，你会跳出来吗？我终于看到了你的真面目，你才是真正的杀手，你就是设置这一切的幕后主使。你现在才知道，未免也太晚了点吧。你来了更好，省得我去找你了。不过你记住，谁要是敢挡我的路，我就让他死。来，我于洪水挡着。杀！杀！还，
消息，好消息啊！你们猜谁又来了？谁呀？于洪水，于大侠来了。啊！刚开始我以为于洪水是个大坏蛋，你看他的长相太凶了，没想到他是个大英雄。嘿，你们不知道，他当时从那个高台上，一跃就下来了，一拳砰，打倒了十几个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回来了。啊！我再去看看，我再去看看啊！哎，一拳十几个！没事，我没事，小心。夫人，你这是是你慢点慢点，太惨烈了，太惨烈了！我元昊行走江湖几十年，头一次见这大场面呀、啊！那血，那是血流成河，那尸体就跟那麦子一样，倒了一大片啊！到底怎么了？说呀！我死里逃生才逃出来的呀！那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太害怕了，我什么都没看清楚，我就跑出来了，我不敢看。那你再去看看去啊！我哪儿也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太惨烈了，我不去了。洪水！快，继续填装弹药！是，快跑！
洪水，洪水，洪水！最后一战，又是和你在一起，坚持住，于大叔，大哥，我们一辈子想要摆脱江湖，躲了20年，想不到还是死在江湖上。大哥，我就想，既然摆脱不了江湖，那还不如走下去。我能做你的兄弟，是我的福气。要是有来生的话，你还是要做我的大哥。大哥，扶我起来。洪水。洪水，你看看袁甲打得多好。洪水，洪水！于大侠，于大叔，于大叔，于大叔，